每次客人刚走，老婆就恨不得把马桶都给漂白。看彭瑞章都在用这种马桶刷，舌苔式的设计可以自由弯曲，无论是边边角角都可以擦得干干净净。软硅胶的材质还能深入进去刷洗，就算脏了也别扔，冲洗一下就干净，小巧收纳又不占位置。